江总部。我的。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礼貌？你刚刚弄疼我了，还没跟我道歉，现在又欺负人家女孩子。你是那天那个和严南星一起被关进精武卫大牢里的姑娘？嗯，我叫佟塞尔，我现在是花向荣的伙计。你有何事啊？大人，我们东家他今天没来店里。你们东家又没犯事儿，也没来我们这儿啊？哎呀，不是，是我好像祸害了我们东家。我昨天一晚上都没有睡，我一直都在想，跟我一起飞檐走壁的那个人好像是我们东家，我记得他的招式。可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也穿着夜行衣去那个精武卫统领的家里。精武卫的统领？对不起，我不是真的故意抛下他的，求求你们救救他，求求你们。哎，大人，那是我的马，你把马骑走了，我怎么去河蛮呀？再给我牵匹马来。